43岁嘅李斯话：入行多年，凭今宵大厦系列事业攀上高峰。而早前播完嘅《新闻女王》更为佢打开咗内地市场。李斯华近日喺北京嘅咖啡室扮文青打卡，见佢松身冷衫加上短裙造型上阵，非常吸引。不过有眼嚟网民发现松身冷衫下，仍清楚见到上围兰迪地心吸力，有下垂嘅迹象。对于李斯华身材走样，网民纷纷留言戥佢唔抵，慨叹岁月催人。都有网民叫大家留意翻李斯华嘅演技，或只会随住时间而越嚟越好，更加出色。